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汪汪队为我们带来了一款，这是我们的恐龙玩具蛋。我们来把我们的这两款侏罗纪恐龙蛋把它打开。现在我们来打开我们的这一款恐龙蛋。这是我们的说明书，这是我们的说明上面的零件，现在我们来找到对应的积木，把它组装起来。这是我们的头部，这是我们的脚，这是我们的后脚，这是我们的后脚，这是我们的尾巴，这是我们的这一款恐龙玩具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把它组装完成。我们的汪汪队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款刺鼻青岛龙，这是我们的积木玩具，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各种零件组装起来的这一款恐龙，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
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，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